谢谢。又看见各位了啊。哎，我想到了啊。谢谢吧，这个天越来越冷了啊。大伙儿出来进去的穿好戴好了，可别感冒啊。这个下午这场演出呢，来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看都是爱曲艺的。咱们这德云古曲社打开张以来呢还挺热闹，小剧场也演，大礼堂也唱，接下来连北京在上海大型中型的上演都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当中啊。各位要是有事儿呢您就忙，有没事儿呢您就跟着我们各处转一转啊，到处看一看也挺好的，有您各位支持，中国曲艺是完不了的。当然了，这个我说相声还行，曲艺我其实不老灵的，好在我们家里有人干这个，打小孩干这个，哎，一聊一弄，觉得振兴古曲应该我们使点力气，要不然的话这行其实挺危的。这一谈起来呢，各位老艺术家们，行业内部这些老师们都很支持，让我们很感动。这从十一开张到现在，一场一场演下来，我们是非常有信心。包括德云古曲社现在招的这些个学员，不管是三弦啊、四胡啊、琵琶呀、还有演唱的孩子们，这大几十人，我觉得到今年年底的时候，这些孩子上台能给您各位一个惊喜啊。这个咱们闲话少说啊，这闲话就不少了，干点正事吧。今天下午演出一场一场都非常的精彩，那么头一场的节目呢是一场单弦儿，单弦儿全称是单弦儿牌子曲。这个在北京在天津都有很多的大家，北京呢有一位前辈也在天津待过，是赵一鸣老师，这位老师很多人都熟悉。那么今天演唱的这位老师呢，就是赵老师的弟子，天津人都非常熟悉的玄立民老师。我们首先邀请玄立民为您演唱单弦《金山寺》伴奏胡子义。金山中
忙活
金山见阴司僧的寺院，锁功立在山巅，其势凶险，爱他面临着长江
么办？我夫妻的恩爱你不恋，我是苦苦的相求你不怜。出家人修身养性为根本，却为何拆散人间的美姻缘？待我把法力来施展，管教你这金山寺院被水淹。法还说只要是消除了妖魔免祸患，哪怕是众生为我死，这金山变尘缘。小青儿一听，高声断喝呀，哎，叫苦驴听我言，放许仙咱们没有话谈，如不然把你的脑袋一剁两半，我是管不不管啊。姐妹二人两宝剑，淡泽街寒光闪闪，冷气森森，上下翻飞是左右盘旋。刚才没介绍啊，胡子一，嘿，你看看啊，我认识的。
他现在可红了，哪说理去啊？人家胡老师可是出身于曲艺世家，他父亲是我们三弦的著名前辈，叫郭叫著名弦师胡宗宪先生啊。对不起，你看你不看手卡就说错了，对吧？我们请玄老师再唱一个好不好？啊，好，谢谢你。为我们曲艺人和观众搭建那么一个平台，非常的感谢，也谢谢您的掌声鼓励，为您挽演挽不飘，为您演唱一段插曲《风雨归舟》。
曲艺界啊，全世界扬琴第一的石俊平老师啊。琵琶是严平老师，哎，他的艺术特点是他是女的啊。我们特意请来那个，您可往后看啊，往后看，抱着大提琴这老师，文武全才，没有他不行的，各种乐器他全行啊。这个抱着大提琴是因为天冷暖和，抱这个啊。张玉恒老师啊，哎，罢了啊。那么接下来，请您欣赏著名坠子表演艺术家文爱云老师表演的《小黑驴》。
还是
被神神的没麻子儿，一叫呀就玩儿，走出门去大黑呀子儿，还想叫你在他床沿贴儿，还上穿着杨楠裤衩里边绣七花领子梅花辫子，八大金链儿下穿中衣红绸裤，红色的脚线扎花子儿。
观众朋友们确实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动啊！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唱一个《幽默小段》好不好？好，那我为大家演唱一段《偷年糕》。您各位都知道啊，荣长谢谭曹，这里边我个人来说最喜欢的就是谢派。但谢派单弦呢，确实流传到现在啊，传人很少，可以说是一线单传啊。这个自从刘洪元先生去世之后呢，硕果仅存，就剩一位唱谢派的老师了，就是在我们德云古曲社的赵勇老师。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有请赵勇老师演唱单弦牌子曲《高老庄》。
刚才啊，是文爱云老师给大家唱了一段乔派的河南坠子，叫小黑驴儿，依然精彩，宝刀不老。他的表演他有三绝，一个是唱得好，一个是表得好，再有一个就是长相好。他现在那边上了点年纪，还是依然漂亮，年轻的时候还漂亮。哎，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他的忠实粉丝，也是半夜买票，看见之后也是高呼震地过欢呼，非常激动。但是现在我也上了年纪了，就不敢激动了，因为激动怕有危险，抢救不过来。唱完了叫老师后台休息。赵勇是个小学生，在学习阶段上来给大家唱几句单弦牌子曲，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的原谅。今天唱什么呢？今天唱的是西游记上的一段目录，第18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大圣除魔。转身行拐弯就往北，
上行走，抬头头观看，见一人持雨伞踏草鞋，把他抱过来背。韦侯王赶上前，把此人就拦住，问庄主姓字名，谁？唐三藏奉唐王之命，带领悟空奔西天取经，在鹰愁涧收的一马，三人一块儿奔西天。这一天呢，就来到一座庄园，美猴王奉之之命，叫悟空全去，要找点吃的。美猴王往前行走，在半道上遇见一人，美猴王上前拦住了，要打听打听道路，问问此庄的何名，庄主是谁，好去化斋。下面呢，我给大家摆个小牌子，这牌子的名儿叫太平年。这个人未开口，锦州双眉说，我家员外姓高，老夫人她姓崔，我们这儿叫高老庄，地处在西藏的察隅县境内呀。我叫高才呀，负责那太公的安危。我们员外老前辈是曲艺界的权威，德高望重，我们都受过他的指挥，他还是古曲栏目特约的嘉宾，是著名的评委。现场的评书句句都是精髓，我们员外全都好，就是有一点儿男尊女卑，常感叹到无有儿，这心愿太不遂。老二人他就生了那么姑娘三位呀，太平两个出了家，一个还未与归，我们三姑娘长得好，有标准的三围，君目清秀，是个时尚的小美眉。我们员外是指望她不出阁了，在家中帮那女婿来照追呀，为得是百年后有人在坟前画指挥。那年来了一个人，自称是个海归，英俊潇洒，他是姓严冬梅，自我介绍留洋海外，还拿到了双学位，情愿意在我们这儿投资创业，扎根在边陲。我们员外心欢喜，并没细相推，跟安人一商量就求好了大媒，定了一个
好日子，把那郭大爷来招赘呀。这就是家门不幸，他是活活的要倒霉。到了吉日清晨起，我们郭老爷十字把红配，大白酒宴，那宾客们来相陪。我们姑老爷他心里头高兴，一口一杯一口一杯都喝了一个酩酊醉呀，倒在地上现了原形，是个长嘴的猪老黑。亲朋们全都吓跑，乱成了一堆。老爷英俊的模样，请刘谦都没给变回，长得是那三分像人，这七分倒像鬼呀。这样的脸蛋啊，他叫他去见谁？双眉打算找张天师去见那张新雷，请了几位法官呢、啊、嘿嘿，他们就知道耍贫嘴呀。法台之上他们愣唱北风吹，也真灵，心眼特别的贼，他把我们小姐就往那后头院里背，找了一根铁链子把那门儿给锁对呀。老不能见人儿啊，他给起早闷到了黑，既然是高员外的保镖，家里头出这档子事儿，你不在家里头保护高员外，你现在是干什么的？我奉员外爷之命到天津的大悲院去请罗学发大师。国王一听乐了，煞气何用宰牛刀啊，这么点小事儿不必麻烦罗学发老师，干嘛我跟你说，俺老孙就会捉妖啊。下面再给您改个小牌子，有几句叫罗江院。美猴王叫了一声高发财，见员外去把这话来回，你就说俺老孙会降妖捉怪，还能够说快
来耳双垂，说今天捉妖二位多呀，爱人多多受累。唐僧师徒爷两个吃喝已毕，高太公是泪流满面。美猴王细问高太公这个妖精的来龙去路，下面再给您改个小牌子，这牌子的名字叫金钱棉花烙。高员外未曾说话的先落泪，家门不幸是云飞，小老儿膝下无儿太惭愧，这三个女儿守相归，两个姑娘已婚配，只剩下小女儿没女闺。我原打算招一个登门的女婿，为房老做准备呀。百年后有人在坟前画纸灰呀，你三年前有一个男子来找罪，自我介绍说他姓黑，我看他五官端正带着富贵，将来一定是有作为。进门来果不其然，说话办事表现的确实很到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就忙到黑，做生意赔钱了从来也不气馁，平和的心态脸上总是那么笑微微。他常说这世上哪有那午餐是免费呀，老大何必徒伤悲呀，你不料想结婚的当天贪杯喝了一个酩酊醉，现出的原形实在让人太悲催，挺大的耳朵老长的嘴，穿的浑身上下的一马黑，你说的是个畜类，可他又长两条腿呀，我的小女儿是欠着你把她陪呀，你老莲花。从此后整个人都变颓废，把朋友联系的方式通通一概全都拉黑，去整容整了半天五官也没归原位，终日里喜怒无常脾气暴躁的像个惊雷，他躲在了屋里天天骂社会呀，你流连忘。最可气一到后半夜准给你演唱八大锤呀，是非杀他也会，云来雾去风雨雷，吓得我们何家大小都不敢睡，这街坊邻舍都怕天黑，小老儿一天到晚如酒醉，我这心如火焚满怨水，我今天遇见你们师徒老二位了，求师傅您大大的发慈悲吧，爷们儿老莲花。猴王说太公你不必流同泪，俺老孙同你前去看一回，他说着话同定员外的来到了的后院里，他赶上前去把门一推，抖起铁棒把锁打碎，推开了门看了看了屋中暗又黑，高员外叫声女儿你可在屋内，那高小姐叫声爹爹你快把我背，猴王说罢小姐这站在他的前院内，这个猴王识下了武神威，摇身一变
这个贾小姐她扭扭捏捏的裸呀，按下了猴王，在床上假装睡呀。来了，谁来了？妖精。为什么管他叫妖精呢？因为那个时候唐僧师徒还没收他，还没给他起名，故而管他叫妖精。妖精这一来呢，我还得给您改个小牌子。这个牌子是京剧花脸，一上来有点将唇，点将唇完了有四句定场诗，定场诗完了有一段话呗，话呗完了有西皮导板，还有流水板。说实话，京剧唱不好，学那么一点皮毛。下面我先给您来这个点将唇。身乃面貌黑，云战洞内斗雄威，拦路伤人开口为争刚啊怕，你下我放个骨水俺，姓之名刚烈，一名叫呆子，我乃天蓬大帅将士林凡，因在瑶池偷看罗爷，一地闻之，将军与我，将我打下了翻了尘，也是俺蹉跎了之态，才惹得这等模样。东蒙南海大师教化于我，洞开五荤三宴，这八斋吃素，命我在此等候求金之人，至今散哉。不见着了。喂，那一日游春万锦，遇见到高家的小姐，我在那高老庄上，嘿嘿，又招了一门子亲的事。那高小姐与我倒有夫妻恩爱之情，可恨那高老儿改变了心的肠，有一霸家亲，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到高老庄啊上走啊走。上楼去找找小姐日落美，瞧见那小伙计也那旁睡，这呆子浑身哆嗦，哈喇子直流，不住地往下垂。用手去见那小姐红儿领子背，小马驹，你抬起头来呀。唱的是头本的高老庄，谢派的代表作。
听谢派单弦就听出来了，幽默诙谐带包袱。因为谢派创始人谢润之先生啊，当年他先说了相声啊，这是真的啊，就是谢金的曾祖啊，我们没赶上，但是那会儿老先生说，人谢润之先生上台说相声跟其他的说相声不一样。好多人说相声上台是不是必须穿大褂啊，那都是后来。我问老先生当年上台穿什么，老先生说了，家里有什么穿什么，大棉袄就棉袄，破棉裤就破棉裤啊，因为实在是没辙才做相声，这以后挣个钱能上园子了，多少有点积蓄了才。刚才是单弦儿，这回咱们要换一个曲种了，请您大伙儿欣赏一下西河大鼓了。这个西河大鼓呢，我是个人比较有偏爱啊，从小也跟好多老先生在一起向人家请教，但我唱的也实在是不灵啊，得让您看看什么叫好的。这几位老师都坐这儿了啊，这场西河呢，我们要先提一位老前辈。在中国曲艺界提到西河大鼓，不能不提好派。提到好派呢，有一位值得我们敬仰的前辈啊，就是郝艳霞先生。有人说了，那不是老太太吗？哎，我就跟您介绍一下，在各自领域里边达到一定成绩、有卓越成就的老太太，都尊称为先生。您别以为先生，不是说男的啊，这先生那先生，不是。老太太，大作家、大文豪、大艺术家，我们都尊称为先生，这是礼貌。郝艳霞先生呢，在天津那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家西河郝家是这行的一杆大旗。那么今天我给你演唱的呢，就是郝艳霞先生女儿，我们的西河大鼓表演艺术家郝秀杰老师。郝老师是咱们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的传承人。哎呀，我什么时候能买一个相声的代表性？介绍一下我们的弦师啊，我们三弦是刘德恩老师。不用多介绍，刚才介绍一遍啊，烧烤架子后边。石尊平老师啊，张玉恒老师。包大软的是发仔啊，红就红在发仔上了啊！掌声有请郝秀杰老师演唱《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周。
Ah!
找着老兵上上水，没有老兵兵兵上日没找着村上山上西条大招南张不招北张不招锁你。前辈啊，刘艳琴老师，刘艳琴老师的公子。有一次我上电台去找资料去，《十小英雄传》，我一听这个弦儿太棒了，就是刘老师弹的啊。哎，好弦儿配好角啊。嗯，我们请郝老师再唱一段好不好？非常高兴，也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来到今天下午的茶社，为我们来捧场。再次感谢热情的观众朋友给我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谢谢。那么接下来呢，再为朋友们演唱也是您熟悉的《大西厢》的片段。树桩
接下来是我丈母娘该演出了啊，请我们的乐队老师们就坐了啊。为张老师伴奏的是胡子毅、王洪民、石俊平、张玉恒、严平啊。似乎的王洪民老师大家都熟悉啊，要不说这个干哪行就看你选择的曲种了啊。你看这梅花一上能上一堂乐队，你要唱个山东快书啊，你就自个儿去就行了。张亚勤老师呢今年已经75岁高龄了，是花云宝的唯一的弟子啊。今天大家来欣赏一下由张亚勤老师演唱的梅花大鼓宝玉太病。
听说过。那个梅花大鼓音乐的旋律特别强，它不像其他的，所以说乐队啊，这个也要求水平得高啊，合在一起。这个我们请我岳母再给大伙儿唱一段吧，好吧啊。感谢大家到德云社来做客，谢谢大家。再为大家演唱。老太太真好啊，老太太快80了，
刚才在后台跟我聊天，拿出一张纸来，这都是我会的啊，看着安排吧。好的好的啊，关键人家这每一段后还给你写上了，这个四十分钟，那个写38分钟啊，都是大活。我说太好了，我说您就天天来吧啊，我们大伙非常的欢迎您啊，哎，欢迎欢迎啊。给老太太伴奏的弦师我介绍一下，刘小壮啊，很年轻，很年轻，这弹到150还了得啊。刘少业啊，刘老师，还有我们的张玉恒老师。好了，闲话少说，我们有请乐亭大鼓表演艺术家赵凤兰老师为您演唱《古城会》。
一个闺女遭围困，曹孟德派来说客名张辽，关云长他用威惹约三世，只说行曹公行曹。
一九，信阳关内把房子摘，幸有那护花玉子把书烧，第五关只因为蹲落中把河渡，大将亲戚在他的马前都来人瞧。
说君子都得那才子干光好，张飞燕说不好，吹了三军进城好，吩咐左右叫城门闭，张三爷登上城头喊声高，我说红脸你怎样？Thank you.
三天找着不出表妹，咱
就还了差呀，教书少呀，过几步过了粗落又过细落，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闹了半天人家大嫂钻了马蹄窝，哟，人家在那儿还做被窝。欣赏一段京韵大鼓。提到京韵大鼓呢，就不能不提骆玉笙先生啊。这个骆派啊，可以说是承上启下一个重要的京韵流派。那么今天在中国曲艺界要提起骆派来，那么您各位算是来着了。我们接下来要请的是我们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刘春爱老师。刘老师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韵大鼓代表性的传承人，可以说是骆派的顶级的演员了啊！我们为刘老师伴奏的几位老师呢，分别是孔祥新啊、张玉恒、严平、胡子义。接下来，我们用掌声邀请刘春爱老师演唱京韵大鼓《伯牙摔琴》。怎因回家读书啊？
为儿埋在江边等来春，到那时倘若要过呀来访问，虽不能我见着他的面，可引他
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蓟县村，往其之角。老者闻听，说我尊官，此处蓟县二村分为上下，但不知尊官所问哪一村呢？伯牙闻听，口尊老丈，是我一时的粗心，并未细问。借问一人，老丈可曾知晓？老者说：“但不知所问哪位呀？”伯牙说：“此人名叫钟子期。”老丈可曾知晓？老者闻听，两眼垂泪，连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伯牙说：“不敢在下正事，老丈何以知晓？”老者闻听，连忙施礼：“叩尊大人，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年前也过，路遇大人结拜赠银回家，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不想他千秋故去为师有言，就将他埋在此处。倘若大人到此，可到我儿坟前一去。因此我常到江边看望，我想到今日在此一会。伯牙闻听，连忙施礼：“叩尊伯父，直男不知，望其恕罪。不知我贤弟墓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者闻听，头前引路，伯牙诸仆后面跟随。不多时，来到坟前，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对土焚香，朝墓一拜。
不要紧，探险地才高命端，为得上进，好一日烟灰，命早归隐。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琴论，到了青春，怎么为何独撇兄弟人？细思想，再抚此琴，无告论，贤弟不在，少时隐于兄我。今日在这坟前调琴论，从此以后啊，咱就能够不要琴，扶罢了站。身将心一狠，举起了摇琴，就摔在地挨沉。我牙摔琴不要紧，知和的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孙大人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大人何必多伤心？是这等义气。”感情不尽，我儿在临也感大恩。我敢劝，虽然贤弟一命尽，我替贤弟孝双亲，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开进，回头再等放羊的音。说罢告辞，他果然不失信，回传送了来500文银。吕伯牙交友要算头一番，结拜之中成的亲是第一人。见花见水的一个大胖闺女，一大胖小子啊，不像。哎呀，真好听，韵味醇厚。这个刘春爱老师是当今落派京韵的天下第一人，这是啊。我们请刘老师再给我们唱两句好不好？啊，啊，谢谢刘老师。好，那我就来几句剑阁闻铃，好吗？也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那我再唱几句呢？七星灯的支持。
怀赤胆，报国于家，不为平，上表出世愁怨情，在古丈园中魂归坠机。